他说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你感受过光吗？植物的呼吸，时间的轮转，甚至温暖的拥抱。18岁，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的我，在1095个追梦的深夜里，靠近光，追随光，成为光，散发光。HBN 发光水，全路径三维焕白配方，让每一个在夜里努力抓住时间的人，感受光的力，无惧熬夜暗沉，由内而外，散发光芒，去发光，去照亮。